国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群星荟萃唱一曲，戏迷票友都期待。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来了歌唱家、影视名家、相声名家、节目主持人、外国朋友和草根明星，他们在戏曲名家的指导下粉墨登台，为大家演唱国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欢迎，也欢迎他们的加盟，一起加盟到我们传承国粹、传承我们戏曲艺术的队伍当中来。要说到今天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在您观看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互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好，接下来呢，我们本场的挂帅人将一一出场。大爹，你是我的七龙。离上海，上场的两位挂帅人呢，都是歌唱家，一位魏金栋，一位叫马飞，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湖南花鼓戏选段《刘海砍樵》。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我把你比牛郎，不差分呐。那我就比不上哦。你比他还要多哇。福大爹，你是我的七龙。随着我来走，刘海哥，你带了我前行啊，走了啊，行啊，走了啊，行啊，不来不来不来，江大爷也有一笔呀，刘海哥，哎，我的福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呐？我把你比子女不差分呐。随着我来行啊，走啊，啊行哦，走啊，啊行哦，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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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谢，感谢气喘吁吁的两位歌唱家。哎呀，没这么运动过，力气活，力气活，哎啊！这个我想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着很开心，尤其是有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哦，哎，
李谷一老师看了会特别高兴啊。好，因为李谷一老师呢经常来我们的现场，就跟大家传承这花鼓戏的表演和演唱。是的，是的。你们作为歌唱家，哎，也都应该算李谷一老师的弟子那个辈儿。对，我从小呢就喜欢这段，是吧？而且呢，我呢在李老师啊，我们就是叫李老板，我们就是他给我说到了中国轻音乐团，哎，工作了好几年。你看你们俩还有缘分呢。我跟李老师唱过这首，真的。哎，你得过真传呢，没错。所以说我觉得特别亲切。哎，但是金栋呢是北京人，哎，马飞呢是山东人，山东人啊，对呀，你一个呢唱的像北京琴书，一个舞的呢像山东大秧歌，啊，是，真不错，配合的还蛮默契的哈，嗯。马飞是第一次来，哦，啊，是吧？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啊，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女高音马飞，是在欧洲学习古典声乐，工作和学习有六七年的时间，那么四年前回国发展，然后现在是一名歌唱演员。在欧洲学的声乐，学的美声吗？学的美声，哎，用美声给我们唱两句。对，唱两句《我亲爱的爸爸》。哦，妙爸比诺格罗，米飘尘白，罗白罗，我的。确实不一样啊。对，哎，进修学习就有所收获，在美声的这个发音方法上和平常唱歌唱戏完全不同。对，唱花鼓戏这是第几次啊？第一次，张老师。尤其是什么扮上，这是第一次。没错，没错。那个跟魏金栋老师以前有过合作吗？跟魏老师今天是第二次合作了，但是唱戏是第一次。花鼓戏第一次，花鼓戏是第一次。既然两位歌唱家来到我们梨园闯关我挂帅了，应该合作一首歌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吧？啊，好呀，好呀，好好好，我们准备了。啊，准备一首什么歌呢？我们准备了一首新歌。嗯，歌唱新时代的作品。好。叫什么？时代花开。好，有请二位。热烈最豪迈，天心间生灵长。
地在，还有清河的时间，一直秋季的收获满世界，到处千重英雄慷慨，你看那秋菊绿叶霜，为这新时代花常开，第二季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有好戏，梨园闯关有好戏，2018第二季梨园闯关有好戏，2018第二季梨园闯关有好戏，梨园闯关有好戏，挂帅登台争口气，挂帅登台争口气，挂帅登台争口气，期待您能，期待您能夸一句，期待您能夸一句，2018第二季梨园闯关有好戏，挂帅登台争口气，期待您能夸一句，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他们传播我们的国粹艺术，奉献给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观众朋友。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每期节目在首播的时候都有摇一摇的环节，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画作或优秀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是张祖银老师，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张祖银老师呢来自无锡宜兴，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画的？学习书画呢，就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从小是受家庭影响吗？家庭也不是，当时我们呢，我是生长在宜兴，宜兴这个书画名家很多哦，徐悲鸿，尹寿石，包括楚云等等，都是宜兴人。哎，对，从小而这个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有一种想法啊，要好好学习书法方面的知识。啊，张祖银老师呢，还是我们戏曲频道的忠实观众。听说你还喜欢戏曲啊？哎，对，我喜欢唱唱戏剧啊，是吧？打打球啊。那今天给我们唱两句戏剧好不好？我来唱一段《珍珠塔》里面戏剧《珍珠塔》的唱段，来。一呀公，父。嘿嘿，真不错。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带来的画作。这幅画呢，我画的是云山碧海图，采用泼墨的形式。泼墨呢，它的一种形式呢，就是把这个云山海三位一体，表达的意思是天理和宴。那么其中的这里的房屋和小船和飞鸟，
所以要表达的寓意是就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表现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谢谢张笃鑫老师，我们也期待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拿起手机摇一摇，跟张老师有缘，得到这幅画作，或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高端水品牌爱爸妈提供的巴马水礼品。接下来呢，我们为张笃鑫老师颁发国粹文化传播使者的奖牌。为大家请上的这位挂帅人啊，他是相声大师马季先生的关门弟子，被誉为是军中孝星的卓林，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现代京剧《海港》当中的唱段，我们掌声有请。自从退休离上海，又重来，看码头好几排，集结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工人们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谢谢来自军旅的孝心啊，卓林老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这个知道您会唱京剧，没想到今天唱这一段家喻户晓的《海港》当中唱的唱这么好，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跟您一块儿演唱这段呢。大吊车真厉害，哎呀，轻轻一抓就起来。这个第一呢，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梨园闯关我挂帅》这个节目。第二呢，我呢是从小特别喜欢戏曲，尤其是京剧。现代戏呢，应该说是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应该说是在50多年前，我就第一次登台就是唱的京剧。那那个时候您才多大呀？7、8岁。7、8岁的时候。7、8岁，第一次是演出。当时还记得唱的是哪段吗？当时跟我哥哥俩人，柏林俩人唱的，我唱李咏琪，他唱邵剑波。那时候紧张，哎呀，听说一个星期以后要演出，不瞒你说，吓得在炕上睡觉都赶紧找厕所，要上厕所，紧张。小孩儿那时候特别紧张。第一次登台，只要是过了那个坎儿就不怕了。没错没错，特别喜欢戏曲。刚才您一说到您的哥哥柏林，柏林老师是您哥哥呀？是。因为柏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孝星啊。对，那个。比我稍差一点，但是也很优秀。给你汇报一下，其实我们家也是梨园世家。我爷爷呢叫尹子斌，是非常著名的河北梆子的老艺人。我姑姑叫尹月桥，是沈阳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马派传人。太厉害了，都是世家呀。那个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京剧，哎呀，梦寐以求，希望能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天哈尔滨，我是哈尔滨人哈，外边下着鹅毛大雪，我妈妈是教师，中午要回来给我们吃点饭，完了之后呢，我妈就上班去了，1点钟走了。到4点多钟，哈尔滨黑天早，4点多钟回来的时候，我走的时候我坐在火炕上，我自己在翻着现代戏，翻一篇，那时候也不识谱，翻着看着李铁梅、李奶奶，我就唱李奶奶；李玉和我就唱李玉和；杨子荣唱李，也不识谱，就看着那个字儿就能学唱。那么一直唱到天黑，我妈妈回来一进屋傻了，老太太站了，
呀，这孩子你一直在炕上唱的。我一看我妈回来，我说啊，你我上班走回来，你一直在这坐着啊，我一直在那唱，就特别喜欢。那您真是资深的大戏迷啊。那是，而且什么行当都能来，男女老少都能对回来，都行，倒背如流。哎呀，连那个中间的道白呀、啊、过门啊，都哪有一锣，哪有一插的，全都记得。那您怎么就后来没有从事京剧呢？那么爱这个行业？我也考过戏曲学院，说这孩子唱的还行吧，但是搬搬腿吧，一搬我这腿搬到这儿就不行了。哎呦，我这疼！你说，哎呀，算了，这孩子干不了这个，是吧？腿太硬，是吧？所以呢，现在一直有这个情节在哈，总是想有机会能唱上两口。哎呀，我天天在家看咱们这个栏目，我就着急呀、啊！我看哪位老师唱，我就俩手俩脚都是汗。都不如我唱。哎呀，我说什么时候我能上这儿来现个眼？不是，那个，就希望他到这表演一下。所以今天如愿以偿。没错。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如何？哎呀，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我真的理解这个戏迷哈，跟那个球迷差不多，是吧？戏迷真是这样，哎呀，如痴如醉，是吧？一提起戏曲来，那真是全都忘掉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哎呀，我一听说要让我来唱这个《闯关》这个，我也是特别特别高兴，我觉得过瘾，谢谢，唱一段过瘾。虽然唱的不好，但是也过瘾。您太谦虚了，这回唱就唱了一段，不过瘾。下回咱多准备几段，好不好？好，我就多来我们栏目。下次我来一个整出戏，都我一个人包了得了。整场是吧？专场。好，谢谢周林老师，谢谢您的到来，谢谢。朋友们，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每期节目在首播的时候都有摇一摇的环节。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画作，或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高端水品牌爱爸妈提供的巴马水礼品。这位挂帅人啊，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张淑锦。今天他要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独特的节目，叫做《戏八戒》。那究竟独特在哪儿呢？您一看便知。和尚哥，哎，快走啊！走。
好嘞。和尚哥要过桥了，你可小心着点儿。没事儿。娘子，别哭了啊！起来！哎，快起来呀！好。哎，你呀，真是个笨猪！娘子，你别生气，回家呀。我给你买鲜花戴。和尚哥，我要戴朵花。好，咱去摘。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啊？那是你没劲儿了。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该嫁给你。放下我，放下我，放下我！娘子，一句玩笑话何必当真啊？
我老朱有的是力气，待我使动法术，架起风云，看。我知道您是京剧演员嘛，但是这出戏啊，我还真是没有见过，在京剧里面。京剧里，我算是首演吧。首演在对，广大观众面前，露相。刚才我们看到了，可以说一个人扮演了三个角色哈。是的。既要有这个猪八戒的形象的形体的展现，又要有这个剧中人物村姑。对。还要有这个孙悟空的时长的变换。是的，这个戏是不是从一个地方剧中移植过来的？是的，是的。说起这出戏呢，要特别感谢啊，我的恩人伯乐，然后孙玉敏校长。这出戏呢，他很多年前都给我提过，但是我觉得，学起来、实现起来比较难。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孙校长说，把他的徒弟张春红老师请来给传授这出戏，正好有一次机会，遇到，然后。就学了，所以非常感谢孙校长，然后对我的关爱栽培，还有指导我的这个老师张崇红老师。这出戏这个唱腔，就是孙玉敏校长设计的。之前这个剧目是从什么剧种移植过来的？这是从新影调西八戒移植改编过来的。对对对，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吗？望都县啊，望都县的一个地方剧种了。对对对，你首演以后是不是对这个演员的挑战性挺强的？是的，是的。唱腔旋律是重新编创的。是的，是的。然后一个人又要唱，又要舞，又要练，还有角色的不同的转换。对，要塑造这个人物，一会儿是八戒要操作他，然后一会儿呢要变成猴子和这个村姑这个来回的变换。最难的就是身段，因为我的腿要给八戒使，我的腿是八戒，我的上身是我。就特别容易分裂，就一心好几用、对，一心好几用，这一点练起来真的是挺难的。刚才我们听到其中有很多的新编的一些旋律，尤其还有一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好像运用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的那个最熟悉的旋律了。对这个大家伙非常的熟悉，也非常欢快。说到这点呢，也更要感谢那个帮我配音甘当绿叶，大家非常喜爱熟悉的马德华老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的二师兄哈，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对，非常荣幸。
经常关注我们梨园闯关我挂帅的朋友们啊，一定对马德华老师不陌生，因为他经常来我们的舞台上展现一下他的戏剧功底啊。是的。那要说到这儿，这位幕后功臣，咱们是不是也要把他请到舞台上来？那太好了，来，我们掌声欢迎马德华老师，有请。马老师您好。这个刚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这个现在看到您了觉得特别亲切。我相信刚才您跟我们一样都作为观众在下面欣赏这出戏呢，说说您的感受。我感受也是挺激动的。嗯，因为过去看了有一个舞蹈《猪八戒背媳妇》。嗯嗯。我那时候就想，因为很多人说你可以演一下那个猪八戒背媳妇啊，我说我怎么演？我背着媳妇儿要是这么折腾，可真受不了。嗯。这个现在这个戏八戒给移植过来，我那个呢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嗯。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戏，而且这个在孙一民老师把的这个改编成这个京剧京剧了，一直改编，朱景，他一直要求让我给这个八戒配音，实际上猪八戒的配音应该是李波老师，李波老师是很著名的一个电影表演艺术家了，老师呢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嗯。他那个声音，这是跟猪八戒是很贴的。哎，而且是珠联璧合。对。其实刚才我在下面看舒瑾在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电视连续剧里面猪八戒当时背媳妇儿的那个场景哈。您刚才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特别亲切？对，他觉得特别亲切。而且舒瑾非常不简单。嗯。刚才讲了，是他演三个人物。哎。而且他这个上头是他自己啊，底下这个腿他还得要演猪八戒的。我当时在底下我还跟那朋友说，我说他这个底下这个腿啊应该再炫上点儿，因为太细了。哦。就跟他这个形象，猪八戒这憨厚哈，对对，其实再肥一点，就肥一点裤子就更像了，更像了。好，下次。他有一种乐的美。啊，好，谢谢您。今天啊，马德华老师来到这儿，不仅支招哈，给舒瑾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是的。同时呢，也可以说圆了您的一个梦，因为以前在电视连续剧里面，这猪八戒的声音不是您的声音。对。您这可以说也是首次为八戒配音了。对对对。熟悉马老师的朋友都知道，您这个戏曲功底相当了得呀，这个今天来到这儿了，这除了说，咱是不是也唱一段啊？唱一段吧。唱一段什么戏？唱一段黄梅戏。啊，哪一段？龙归大海。太经典的唱段了。今天啊，八戒要演一回董永的形象了。来，我们掌声欢迎马德华老师，有请。是主持人赵宝乐，主持人孟广禄，李文，李嘉存，张建国，任志宏，李玲玉，李威，朱迅，月亮姐姐，陶慧敏，张学敏，吴琼，陈思思，陈俊杰，孙丽英。今天我来闯关挂帅，唱段戏曲，精神欢快。今天我来闯关挂帅，唱段戏曲，精神欢快。今天我来闯关挂帅，今天我来闯关挂帅，唱段戏曲，唱段戏曲，精神欢快，唱段戏曲，精神欢快。梨园挂帅，梨园挂帅，我来聊。
来了，梨园挂帅我来了，梨园挂帅，梨园挂帅我来了。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挂帅人是位优秀的歌唱家，叫吕薇，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演唱过不同的剧种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掌声有请。落在枕，那王伦一见气不稳，他要与我儿论古家争。第十三个兵两阵，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宋王爷在轿上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红脖子口吐真金，他说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宗保的儿子年早的生，他遇过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将在翻起这元帅营，守太君为不要尽忠，因我挂帅去平贼人，我们一共为国而不为官，为的是大宋江山无从黎明，叫那满朝文武宽一宽，谁是自古毛朝臣。莫桂英不知三岁多么老，
虽半去到两军阵，娘子元帅儿先引，你带兵要自动请相依，听儿军令杀则真，叫你钻你就钻，不叫你钻你休无影。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吕薇再次担任挂帅人，而且是挑战自我，演唱了一个难度非常大的越剧吕派的唱段《穆桂英挂帅》。其实《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啊，豫剧在我们这儿唱过，京剧在我们这儿唱的就更多，但是越剧你是头一份儿。因为我也姓吕嘛。啊，姓吕，所以选择了一个吕派啊。这个吕派可难唱啊。这个吕瑞英老师创建的吕派是在原派的基础上脱颖而出，而且吕瑞英老师呢，早在1953年的时候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在剧中演了个叫银心的角色，是那个丫鬟。丫鬟虽然呢这个角色不起眼儿，但是他呢这个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因为戏演得好啊。对，而且呢就是吕派的唱段啊，的确是我觉得是很时尚的，从戏曲的角度来说相当大。对，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非常俏的那种小腔，小拐弯，而且原来呢在越剧的唱段里面啊，就是我们这个唱歌里面叫半音哈，就是比较少，是发和 C 这两个音比较少，但是吕派的唱腔里面呢就运用了这两个，所以他的这个行腔啊别有韵味，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传承了越剧原派的那种委婉的，对，更有是他吕派的那种雄美的这种感觉。是啊，你其实呢这个越剧大家都感觉到越剧应该是表现江南才子佳人乌侬软语的那种感觉，但是吕派不然，不仅唱花旦，而且还唱花山，他把这个穆桂英和梁红玉搬上了舞台，让巾帼英雄在越剧当中占了一席之地，相当了不起。因为我呢在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舞台上呢，其实还是以唱越剧为主，因为妈妈是越剧演员，但是呢吕派的确是很挑战的。这次来呢我主要想呢，一个是自己有一个新的尝试，另外呢也特别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知道越剧里面还有这么一派，对，非常好听的门派，尤其是表现的人物是巾帼英雄文武双全的那种。对啊，所以说呢你的身段刚才我一直在欣赏啊，这个是请教了妈妈吗？不是，其实妈妈一个字儿也没教过我，一个动作也没教过我。其实我是曾经呢也唱过那个吕瑞英老师的那个打金枝，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呢也很喜欢这个派别，然后我是学的，在看他的很多视频，就一招一式的学，但是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做到非常的那种纯正啊，就是有时候那个点儿啊，那个锣鼓点儿哈，因为这个是非常有节奏感、非常铿锵的一个段落。对，锣鼓点儿和节奏感可能也没在点子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很多其实用的那个头上啊，因为今天是算是大扮了哈，他这个铃子也是跟应该是在音乐里面有所表现的，有戏的，那就设计好的。但是我可能已经顾不上了，没要求你那么多啊，要求你呢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能把吕瑞英吕派的艺术传承给我们的观众，已经就很好了。谢谢。作为歌唱家，能唱越剧，而且挑战演唱吕派这么难度大的流派，我认为你精神可嘉。谢谢，尤其是今天这个扮上之后啊，的确，我觉得戏曲演员勒头很了不起。对这个勒头有点晕，现在是吧？特别疼。我们用掌声送给吕薇，感谢他在我们这个戏曲舞台上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演唱。当然了，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惯了你演唱的歌曲，肯定光听一段戏不过瘾，还给大家唱首歌吧。好，那接下来我再献给大家一首歌《爱到那一天》。有请。
吹不散的流年，倒映在康桥的柔波间，一如你我初相见，爱在那一刻参透永远，桃花不见我心。中国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朋友们，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再见。他的爱我的天啊，你把我逼死。
车就离开，长棍的张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马吉他，他吃苦忘记世训，身不见